지나가면 또 멀어질까 봐 이렇게 또 불안한 마음만
legs are shaking a bit down there. The invitation's got to him.成功向右扑出，但下一刻意外发生了。17岁的戈朗奴用胸部挡下强劲的十二码点球，他来不及庆祝就倒地昏迷，现场哨音大作，比赛也随之暂停。这场意外发生在阿根廷圣达菲州一场宗教节日比赛。报道指出，现场没有救护车，众人只能将戈朗奴抬到大街上拦车送医，但他在途中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空中飞个两圈，没想到还能继续开下去。从沙石山路跑到林间小径，从冰天雪地一路冲到荒凉沙漠的拉力赛事，本来就是挑战汽车的极限，成的厉害，不成的就撞得凄惨。一部速化路硬皮沙已经撞了翻车，大伯赶来救援，没想到救还没救到，后面跟着上来。第二场德国拉力赛成了多少赛车的坟场，而法国赛阵同样意外不断。高价保时捷拿来跑这种拉力赛事，下场就是一缕青烟渺渺。而拉力赛事又从早跑到晚，跑到你睡着，跑到你撞山。除了撞山，还有车子可以跑一跑，瞬间消失的。赛道狂热们，记得还是要报名重要，别谢我领导王太奇。综合报道。大陆体操选手劳毅参加美国杯跳马比赛，正准备大展身手时，却发生意外。只见劳毅在空中翻转720度之后，落地那一刻不慎跌倒，造成左大腿当场骨折变形。劳毅痛苦地倒在地上，惊悚画面吓坏现场所有人。旁边教练见状，立刻冲上前查看。医护人员抬来担架，将劳毅紧急送医，开刀抢救，目前无大碍。不过他的体育生涯必须暂时停摆。打到第11回合，场边的训练师早已看不下去。于是训练师麦格特不再理会他的意愿，决定认输，让对手获得胜利。即使不弃权，打打舍夫也是会被判输，这是他职业生涯唯一一败。赛后开始呕吐，意识不清，送医后发现硬脑膜下血肿，虽然紧急动了脑部手术，但仍在星期三回天乏术，得年28岁。He's not saving that one. I hope he's all right because that's a fast one. Is that four again? It's four again. It's caught him out once more.Didn't see that coming. Let's have another look at this then. France 2 2 who was thinking about having Marco Vinales?
isn't to turn five times to three. Hindsight. How often do you see that? Not very. Last time he hindsighted, of course, what was that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Blimey, that's a horrible fracture. Tommy hindsighted, of course, what was that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Blimey, that's a horrible fracture. Goodness me. The ups and downs,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this race for Marc Márquez. How many more talking points do you want in the first MotoGP? 在 MotoGP 排名第五的 Vinales 怎么会在进入红牛赛道的一号弯前有如中箭落马般从座驾摔下来？原来是刹车失灵，让他只能跳车自保。当下时速超过230公里，冲进缓冲区撞墙，当下也有150公里。如果连人带车撞进去，后果不堪设想。幸好最后 Vinales 毫发无伤。空中进行飞鼠中滑翔的快感，但原本平稳飞行的他，路线却逐渐偏移。一头滑翔的摄影师急忙向他挥手，示意女大生打开降落伞。但只见女大生快速下降，和摄影师距离越来越远，不一会儿就消失在镜头之中。这是发生在十二号的意外。有幸女大生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失灵后，救援单位进到深山内搜救。由于当天下雨，再加上地形复杂，搜救人员寻找数日，终于在18号早上9点寻获她的遗体。这位不幸罹难的刘姓女大生，外形亮眼，曾拍摄过多部运动影片，在圈内被称为极限运动女神。接触翼装飞行已经3年，拥有600多次跳伞经验。朋友指出，女大生的能力大概有教练级的水准。他曾说过，极限运动带给他面对死亡和伤痛更加平和的勇气，也不断让他对生活有新的理解和认识。如今从事热爱的滑翔，却在过程不幸身亡，也让大批粉丝不胜唏嘘。摩托圈第一巴掌甩下去，对手虽然不能生气，但可以动手还击。你一巴掌，我一巴掌，轮流打下去。这是战斗民族俄罗斯在萨里切维建美博览会上举办的甩巴掌大赛，就像你看到的一样，选手不甩巴掌进行比赛。Человек должен понимать, что это не шутка, это как бы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это шутка, но это сопряжено с очень высоким риском для жизни.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мы всем объясняем.比赛也规定，只能用手掌上半部打脸颊，不能打到太阳穴、耳朵或下巴。每位选手有5次的攻击机会，当然也要承受被挨耳光5次。最后由裁判判定谁的表现比较好，进入下一轮的比赛。А потом ну ты такой все встал, настроился и дальше идешь, и боль проходит. Но когда мой оппонент ударил фолом, ты сами видели участника, уже чекас была такая весело.首都举办的甩巴掌大赛今年吸引了更多的参赛者报名，只能说战斗民族不但创意十足，勇气更是可嘉，就连甩巴掌都能变成一场竞赛。球星 Kevin Durant 在个人社群网站上抛出一张照片，除了亲自宣布阿基里斯腱断裂手术成功外，也感谢家人、朋友和外界的支持。尽管伤势严重，但 KD 还是保持了乐观态度，并不后悔自己做的决定，因为他想要帮助球队完成3连霸。然而，仍有许多球迷不谅解，为何球团要 KD 在小腿伤好没多久，再冒着风险出赛呢？依照过去的案例，只要断了阿基里斯腱，从开刀、治疗到复健，平均需要260几天才能重回场上。不过，现在却传出精彩的表演背后，可能是经由不人道的方式训练出来的。这段影片引起哗然。少女表情狰狞，不断哀求，被一群人抓住强压在地板上，看起来非常痛苦。这是就读美国丹佛高中13岁的艾莉，也是学校啦啦队的成员之一。影片中的她一边劈腿一边痛哭，艾莉在影片中被教练从后面压住，而其他的队员也抓住她的手，让她无法挣脱。过程当中，艾莉不断尖叫，要大家停下来，痛苦的声泪俱下，因为被强迫劈腿导致艾莉的脚韧带肌肉撕裂伤。